听话。就这么一直不吃不喝，你是真打算生生饿死自己啊？都是我。是我害了主母，他都是为了我才会出征的。所以你就不活了？啊？你从鬼门关救我回来，不是为了让你跟圣主不殉情，欠我一条命啊！你要再这样一天天不吃不喝，我每次都这样喂你。